行过风霜大影，总爱有回航靠岸的时阵。规工出来流汗，到即马嘛应该小可休困。因为对热做较寒，对寒做较热，不知不觉中才发现这一年又搁减要煞。到年底回头看，难免会问家己讲：，逐工安尼拼，啊咱到底赚到啥？是讲家门是家运气，做事人天注定，无做无通吃，啊较做嘛袂好呀。所以趁多趁少，唔免甲人比，起码咱一生五年拢靠家己，无甲人骗，嘛无甲人害，良心过日上实在。阮无求利，无求财，只求上天慈悲，风调雨顺，大事平安，社会和谐。咱大家快乐十足，身体勇健，到明年继续拼。新年恭喜，贺上明年。